吃饭，我这边看评论区都骂我，我要发现了一下，我给我做的主意，我给你整了一个大红包，行啊。怎么还有吗？这都别看你。啊，真香啊！你看一个吧，我看到过年怎么偷吃你的酸菜呀？啊，真香啊！嗯，怎么了你们？哎呦我的妈！你自己当回事吧。一千块钱呢？真够抠门的，我还是给你吧。有主持人，这么少？再等等，再等等，再等等。我说来，年到了，先给自己冲上一碗酸肉葛根玉米羹。趁老婆没来，我得把兔肉藏起来。行啊，我得赶紧把剩下的肉藏到盘子里。我得把头放好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这个臭老头，心里打什么如意算盘，我还能不知道？天天的净整我，还不给我肉吃，今天我也整整你。
刺了呢？没事，我养你，今天不管怎么样也得宰下你。他咋没事？完犊子了，他肯定把碗给换了。这可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给他换过来。我有招了。你慢点吃，没人给你抢。你要不够再忍呢。有的一年都太好吃了，多存点啊。帮你妈，一会给你囤了。走啊。